是我们的大结局晚餐。然后在晚饭开始前，我们有一个小的游戏，就是需要互相扮演对方十分钟。那他完蛋嘞！哇，大家看，我正在吃哦，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好吃。这是什么？烤鸡、空心菜，哇，沙拉，我最喜欢的东西了，真的很好吃呢。那真吃哦，好吃不下呀。我最喜欢吃菜啦，那我也多吃点吧。番茄好好吃哦。小爱说吃饭的时候这样子。这是什么样子？粮食主角。这个很好吃，你吃一下。我正在吃呢。这个也很好吃，你吃多点。那你也多吃点肉啊。来，我跟你尝。你最喜欢的肉了。我最不喜欢吃鸡腿了。你多吃点哦。小爱说最喜欢吃鸡腿了。可是我今天有点不太想吃。那好吧，张欣也吃不了呀。小爱说最爱吃这个凉拌沙拉了。最近来这里好喜欢吃这个东西啊，真好吃。你看我那酸酸辣辣。小爱说才不是这样的人呢。嗯，他还是在做自己，报告。那就可以，那许阳可以惩罚一下阿星星，一惩罚。好，太难了，这个无法。你要惩罚什么？你说。做最丑的表情三个。这是可爱吧？那你示范一下。我示范不了，你先丑，我审判一下。不够。啊，这个算一个。还有什么很丑的姿势啊？我平时也不扮鬼脸。好，第三个，你要这样龅牙，他是还是有包袱，做不了。确实。好了，已经够了。